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这每一条的这个光线呢，都是一个平行的光线的部分。那换句话说，我如果把这一点把它放大来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我这个 slit， OK， 在这一个点跟下一个点出去的光程差，其实就是这一个差异值是这一块。那这个 data 的话，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好，那 data 到底是多少呢？ data 的值，我们可以把在这里面的每一个小的点都叫做 Y 值好了，对，那你就把它上视为这个宽度是 Y。 那这里面有 N 个 source， 那这个 Y 呢，这 theta 就是等于 Y 的西塔角，就 sin 西塔角的部分，那这个是西塔角，对，所以你这个就是这个是西塔，哎，等一下，西塔角应该是，是这个角，因为西塔角是这个角 ，OK，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delta 是 y 的 sin 西塔，那这个光程差是 y 的 sin 西塔，它相当于是多少的相位角呢？那就是 delta 除以 lambda。就等于它的相位，这个相位角，然后乘上除以二派，所以 phi 的值呢，其实就是等于二派 y sin 西塔，然后除以 lambda， 这是你的相位角。那每一个 y 值不同的时候，当然它的这个相位角的话呢，是会跟着变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这一小块当成是有 n 个 source 的部分。那每一个 source 它基本上是它的电场一样，随着 y 的变化的话呢，它都是一零，然后 sin 的 omega t。再加上它的相位角的部分，那这个相位角就是等于二派 y sin 西塔除以lambda。那你说 y 是从哪里到哪里呢？我把这一段放开来，那这个 y 是从零一直到 a 的情况。OK，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面我们要把所有的光到屏幕的把它电场加起来的话，那就是你要把它这个 dy 啊，全部把它加总起来，就是你的 dy 的部分，也就是 total 啦 ，total 的电场的部分。OK。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实际上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什么？从这里积到这里，另外一个部分是从这边积到这边，所以一个部分是从零积到 a 的 dy 这个 y 值，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是从 h 积到 h 加 a。这是两个部分，你要把它全部把它叠加起来。那你叠加起来的部分，我们说，每一个一零一 m 的部分，那我把它叠加起来就是 sin 的。加上
2π y 三西塔除以 lambda dy， 这是从零 g 到 a 的部分，另外一块是从 h g 到 h 加 a 的部分，也是 sin 的 omega t 加上2π y 三西塔除以 lambda。那我说 total 的电场的部分，因为你现在如果最大值是 1N 的话，那你每你这边已经把它分成两个部，所以我们说这边其实要除上 2A 的部，因为你已经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换句话说，你在做这个积分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而已了。那第一个部分你把它这个计算出来的话呢， lambda 除以 2π sin 西塔提出来，然后 sin 的部分积分就变成 cosine omega t 加上 2π y sin 西塔 lambda，然后从零 g 到 a， 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的部分一样的，好，2π sin 西塔 lambda cosine omega t 加上 lambda 2π y sin 西塔，这是从 h g 到 h 加 a。这两项你要把它合并起来。那合并起来的时候的话，我们看一下 1N 除以 2A cosine， 哦，这边有一个负号，那个 cosine 是等于负 sin， 好，那个 sin 积分的话是负 cosine， 所以这边有一个负号。然后这里面的 2π sin 西塔 lambda 把它提出来，那你把 cosine 跟 cosine 这两项把它合并，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说这个是 cosine 的 omega t 减 2π a sin 西塔 over lambda， 然后零代进去是 cosine 的 omega t， 那这一项呢是等于 cosine 的 omega t 加上 2πh 加 a sin 西塔 over lambda 减掉，减掉 cosine 的 omega t 加上 2π h sin 西塔 over lambda。 OK，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用cosine a 减 cosine b 就等于负两倍的 sin 二分之 a 加 b， 然后 sin 的二分之 a 减 b， 你把它合并一下 ，OK， 那这个项跟这个项合并，这个项跟这个项合并。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负号已经把它消掉了，那这个就变成是 AEN 2π sin 的西塔 lambda， 然后这个跟这个合并一加 omega t 的两倍，所以会有一项是 lambdaPi A sin 西塔跑出来，然后另外一项呢，就是 sin 的 omega t 加 lambda Pi A sin 西塔，再加上 sin 的 omega t 加上 lambda Pi 2h 加 a 的。其实这是简单的数学而已。那
这两项再合并，那这两项合并的话，就是变成 sin A 加 sin B， 就变成是两倍的 sin 二分之 A 加 B cosine 二分之 A 减，把它并进来。那换句话说，你的 total 一啊，就变一 m lambda， 然后二已经跟那边的二又消掉一个 ，pi a sin 西塔 ，OK， 那上面那一下 lambda 分之 pi a sin 西塔。那这一项一算出来的话，就变成是omega t 加上 lambda pi h 加 a 的 sin 西塔，然后 cosine 的 lambda pi h sin。好，那接着我们把这个 term 啊 ，pi a sin 西塔除以 lambda 呢，视为阿尔法。OK， 那这项呢，视为贝塔 ，pi h sin 西塔。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这整个一就等于一 m，OK， 这个 tan 就变成阿尔法分之 sin 的阿尔法。那这一项呢就是 cosine 的 beta， 然后再来 sin 的 omega t。加上阿尔法加贝塔，换句话说，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 total 的电场，它的最它的正负的部分就是它的 amplitude。OK， 那这个电场随着时间在改变。它的相位角是阿尔法加贝塔的部分，所以你已经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电场的情况之下，那你的 intensity 是跟电场成比例，那它是电场的平方成比例。换句话说，这个随着时间在改变的相，它是会随着时间叠加起来，那它是一个 constant 的值，但是它的 amplitude 却是一个随着西塔在变化。OK， 一个是随着西塔，然后一个呢是随着它的 slip 跟 h。Slip 的宽度跟 h 在改变 ，alpha、beta 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em 啊，哦 ，em 消掉了，所以它的最大随着西塔角，随着 a， 随着 h 呢，它是呈现 cosine 平方 beta， 然后 alpha 分之 sin 的 alpha 平方。在改变，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项其实是我们之前已经算出来的，这一项之前我们已经算出来了，这项是不是干涉的时候就有了，就是两个狭缝你直接去把两个狭缝把它干涉项的部分，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算出来的结果。
OK， 那现在呢，多出来的是一项，这项呢就是考量了狭缝本身它有的绕射响。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的部分，就是说假设你的狭缝 A 啊远小于两百，那换句话说狭缝 A 远小于两百的时候的话呢，这边几乎是什么，这个A 值远小于两百的时候，我们在上一堂课再给你们看到的，我们说一个狭缝，如果我现在我的坡长是横坡长 lambda， 它是远大于狭缝 A 的部分的话，那你这个坡啊就通行无阻了，对不对？所以你不会感觉这里面有形成任何的绕射的现象。但是如果这个 lambda越来越跟狭缝的宽度一致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狭缝给它的绕射现象出来了。所以你要考量绕射现象的部分 A 跟 lambda 的值至少要差不多相同，或者你的 lambda 要大于 A 的情况。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换句话说我的狭缝 A 远小于 lambda 的时候，你根本狭缝 A 远小于 lambda 的时候，你根本看到的就是只有绕射的情况。那换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A跟 lambda 差不多了，或者 A 远大于 lambda 的部分，那你会发现说这两个项啊它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它会明显我们实际上把图画出来你就会知道了。我说我们来探讨一下，如果这个干涉项的部分贝塔贝塔的值它要等于最小值的时候，贝塔的值它是在贝塔贝塔呢是等于 n 派的时候呢，那就是 cosine 是正负一的情况，那这时候它的这个干涉的部分它永远是在 maxima 的情况。那换句话说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这是 pi h sin 西塔除以 lambda 是等于 m 个 pi 的情况，那也就是等于OK， 也就是等于 h sin 西塔 h 的 sin 西塔拍拍消掉是等于 m 个 lambda， 这是你的 maxima 的所在哦。好，再来我们再来看德塔贝塔阿法它要在什么时候它是最大值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阿法 sin 阿法它在极值的时候啊，你去把它取这个limit 的部分的话，那它的取它的这个极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它阿法值是在 n 派的时候它是 minima 的值，
那阿法值等于 n 派的时候，就是等于派 a sin 西塔除以 lambda 是等于 n 派。那换句话讲，派派消掉就是 a sin 西塔是等于 n 个 lambda 的时候，这个呢是它的 minima。这个 minima 是什么？这个 minima 是绕射的 minima。好，那我们已经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看，你把这两个条件同时画出来，我说 i 除以 i 零，就是这个情况。那我把举个例子好了，我把 a 除以 h 是1:3好了。那1:3的部分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以它的条件跟它的条件呢，每一个你把这是负派，这是正派，然后对另外一个来讲的话，这个是三派，这是负三派。所以你会发现说，在 h sin 西塔等于n 个 lambda，m 个 lambda 的时候呢，那这是贝塔值，然后这是阿法值。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 maxima 的时候，这是n 等于零，n 等于零的时候，它是 maxima， 所以你现在是等于，我看每个派的位置，二派的位置都是它的 maxima， 它本来呢是都一样大的哦。我先把它画出来，再来 modify 好。这边也一样。这是负派、二派，那也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绕射的部分，干涉的部分不是绕射。好，这是第一个你看到的情况。好，第二个部分呢，你看到了阿法分之 sin 阿法这个 term， 要在阿法是等于 n 派的时候是 minima， 所以你现在阿法是等于 n 派的时候是 minima， 这一点是它的 minima 值，这也是它的 minima。 那在阿法等于零的时候啊，这是阿法等于n 等于1,2,3 的时候，阿法等于零的时候呢，这时候 limit 阿法趋近于零的时候，阿法分之 sin 阿法它却不是 minima， 这是趋近于一的哦。OK， 所以当它等于零的时候呢，它是 maxima，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是二派的位置，到这一点就是二派的位置，它又是等于零。那这边一样，到二派的位置它又等于零。那你现在你看到的是这两个要相乘，一乘啊，一乘以后呢，你会就会看到，就是说这一点原来是 maxima 的位置，现在要变成什么？因为零乘上 maxima， 这一点还是要变成零。但是这个一乘，这个是最大值的位置，那没问题。这个一乘越来
这个最大值会被这个 envelope 把它 modify， 所以我们会得到 final 的 diffraction pattern 呢，就变成以它为 envelope， 以它为 envelope。OK， 那里面呢，你可以看到的干涉条纹 ，OK， 你看到的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是你发现的是什么？原来你看到的是这个干涉而已，黄色的部分，因为你的狭缝的宽度的关系。啊，这个狭缝 A 的狭缝宽度所产生的绕射，把这个干涉条纹的强度变得它的强度呢，随着它的空间的位置，这个西塔角在改变。换句话说，你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中间最大值的部分。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亮的亮宽度，这个最大值的最大亮度的位置，其实就是绕射所产生的阻极大。好，那干涉这个干涉的部分呢，里面的条纹宽度，这个条纹数呢，是跟这个次极大的条纹数啊，刚好是这边如果两条的话，这边就是五条，就是。两倍的啊，这条纹数啊 ，MD 好加上一的部分，所以你看到的不只是干涉现象，还是绕射现象一起呈现出来，这个就是阿尔法分之 sin 阿尔法所得到的一个 envelope。那这一些呢是。干涉现象 cosine beta 的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好，那我们到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看一下一个动画好了，那你就可以真正看到不同的条纹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绕射图形。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说基本上面的这个slit 它分开的这个距离，好，那跟我们的 slit 的宽度，那 slit 的宽度呢，在这里的话，你如果是1比5好了 ，OK， 那这是 slit 的，这 slit 的宽度。那这是 slit 的距离，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第一个明显的地方是这个跟这个点，跟这个点，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刚好虽然这里是 maxima， 但是碰到了绕射的 minima 一层，它是 minima 的点 ，OK， 所以。这些点都是 missing 的，那 miss 的那个它已经 miss 的这个pattern 的部分。好，那真正你看这个是那个 screen 上面看到的大部分是阻极大的这个部分，它阻极大的这个的绕射区域里面的干涉条纹，这里还是可以看到很弱，这边很弱。那为什么会那么弱？原因很简单，就是实际上你是被这一项给控制。那这个阿尔法的值，随着阿尔法值的话，随着你的西塔角，那你的阿尔法值西塔角越大的时候，在阿尔法分之阿尔法一除掉了以后，这边的。绕射的这个intensity 就整个降下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slit 的宽度跟我们的绕射图形的部分。那中间有多少条呢？中间有的条纹数，你现在是1:5啊，那你看1、2、3、4、5、6、7、8、9，就九条。九条的部分，好，所以我们看到的部分，基本上面，这刚好是在这个什么，这里面的条纹数目是等于在它，我们说1:3的时候，就是刚好三拍。N 拍，换句话说就是 M 比 N 的条纹数，其实你会 mission 掉。那换这里是1、2、3、4、5，哦，这是减不是加，2N 低减一条的条纹，在中间主极大的位置的部分。所以你如果看到六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定是奇数条。所以11条的部分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知道它是 N 比 N 的部分的话，如果 2M 减 N 2MD 减1是11的话，那就是 MD 的部分，它基本上的话12向过来12，那12的话就是6的部分，好，那它比96，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当然你里面的变化越大的话，譬如说我们到一比，那这个 slit 的这个宽度越宽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绕射就越明显。好，那 slit 越小的部分的话，那它的整个绕射就不会那么明显，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中间主极大的位置。好，这是一个双狭缝的绕射的一个最明显的。当然你的入射光也是你的一个因素，但是入射光呢，它其实对这个整个条纹的数目呢并不会改变，你看到它不会改变，它只是改变了什么，改变了这个绕射的位置而已，但是中间主极大的位置其实是没有变的，有没有看到？好，这是我们看到双狭缝的一个绕射的一个现象。好，那从这个问题里面的话，这是两个狭缝啊，那接着我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三个狭缝会怎么样，再来四个狭缝会怎么样，或 N 个狭缝会怎么样，就是 N 个狭缝， N 个狭缝我们不叫它 N 个狭缝了，我们就叫做 grating， 就是光照。 OK， 那 N 等于这是三个狭缝的时候， N 等于三的时候呢，你们这个给同学回去自己做的部分，那个第几组，我现在忘掉了第几组啊 ，N 等于三的部分，那你们做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 N 值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是这样子。你看 N 等于二 ，N 等于三 ，N 等于四，非常多的 slit 的情况。那它基本上面，这是它的中间的最大的主极大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主极大的位置的部分。那你会发现，我如果我的 slit 它慢慢的压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中间主极大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小的 peak 跑出来，可又跑出来。
很 sharp 的。好了，那我们平常我们这个 grating 就是我们的光栅的时候，其实看到的就是很 sharp 的这个啊绕射干涉，绕射干涉图形，好，所以你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Okay, 那 n 等于3你会画出来是有这个情况。OK， 好，这是一个啊，我们在讲干涉跟绕射的时候，那你会看到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看到 n 等于3的时候呢，其实我可以把它写出来呢，我们会发现方法都是跟我们刚刚的做法一模一样，只不过你现在这个积分啊，刚刚我放在你要再加上去 N 个，你就加 N 个的积分。OK， 好，那如果有 N 个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等于一 N alpha sin alpha， 然后 N sin 的 beta sin N beta， 然后 sin 的Omega T 再加上 Alpha 再加上 N 减一的 Beta。 OK， 所以我们说 I 除以 I0 的时候 EM 已经拿掉了，那变成它的比值就 Sin Alpha 除以 Alpha 的平方，然后 N Sin 的 Beta Beta 平方，就是我们看到 N 个 slit 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你把它画出来，就是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投影。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小小的 pick 出来，就是这一项，这 n beta 是等于0的时候，好，那它跑出来的一个 item 跑出来，
好的，我们接着我们看一下。基本上面的话，我们在上一堂上一次考试的时候，已经考了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光的行进速度是电磁波，要你们去证明。那你在证明光的行进速度是电磁波的时候，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说，光其实它的那个电场跟磁场啊，并不是什么，并不是一定的，而是什么？它随着时间在改变。它一边在改，一边光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它的电场位置在改，它的电场在改变的部分是它的强弱会一直在改变。那这个强弱在改变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面你都知道。你都知道说你的光在往前走。那它呢是它的整个的 point vector 是 E cos H 的部分。那换句话说，你的光的这个电场跟磁场呢，基本上面如果光它是往这个方向在行进的时候，那这是 point vector 的部分。那电场跟磁场的部分，我说这是电场 E， OK， 那 E cross H 是 P 的部分，那 H 它是这个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电场 E 啊跟 H 的部分，实际上它是什么位置？我说如果这个是 S 轴的话，那这是 A 位置跟时间的函数，这也是位置跟时间的函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的电场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面我说一个光如果它没有偏极化的话，也就是说平常的光它没有偏极化的时候，是它各个方向的电场都有可能存在。你这个光往前面再行进的话，那各个方向的电场都有可能存在。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你不管这个光的一个这个它的各个方向呢，你要把这个光的电场把它固定在某一个方向上面，实际上对一个没有偏极化的光进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某个方向的电场把它筛选出来呢？那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用一个偏极片。那这个偏极片的部分的话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偏极片的部分呢，就是说好，假设这个光呢经过这个偏极片，然后这个偏极片呢是只容许这个方向的光进来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光经过这个偏极片以后，出到这里的光已经是只有这个方向的震荡的光，它才可以通过这个偏极片。 OK，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光呢，譬如说它是有一个是垂直偏极，有一个是水平方向，那就水平偏极。那如果我们这样定义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没有偏极化的光进到这个垂直偏极片的时候，只有垂直偏极的光能够通过这个偏极片。然后如果我现在把这个偏极片呢，在这个光呢再通过另外一个偏极片，这个偏极片假设还是垂直的，那这个光就过来了。但是如果这个偏极片呢是90度的，它是只容许垂直方向进来的光的时候，
那这个光就完全不会过来。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我说这是一个示意图的部分，这两个偏极片如果它夹的是西塔角是零度的话，那通过这里的光跟这个位置的光，你会看到，好，我们现在到说它的西塔角是零度，那我把第二的偏极片的西塔角转变 OK， 一转变的时候呢，你看到了有没有看到这两个重叠的区域是光什么暗了，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如果我这个偏极片转到它是90度的部分，完全没有光进到 OK， 那我再把这个角转，你就可以发现说哦，慢慢的它又光又进来了，然后到180度的时候，那就是跟原来的这个垂直偏极的光全部啊，还是通过了这个偏极片，到再转一样的到270度的时候呢，那它完全又没有光线出来，所以基本上面原来是完全没有偏极化的光，到这里你这个偏极片的话，到这里这个光就已经是被偏极化，我们就可以从此证明说其实光真的就是偏极化，也就是只有一个某一个方向的光出来而已，不是所有的方向的光都有出来。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说为什么它的这是它的 intensity 的大小，为什么它的这个光线的 intensity， 我们说 intensity 本身刚刚我们已经讲到 intensity 本身是跟电场的平方成比例，所以任何一个方向的电场，我说某个方向的电场一，那这个方向的电场呢，我都可以把它投影到水平方向，就是西塔角，就是一的 cosine 西塔，那我也可以把它投影到偏极方向，就是一的 sin 西塔。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是说，原来你的这个某个方向的光线通过另外，假设我们现在通过了第一个偏极片的光，那你已经变成它是一个线偏极，也就是某个特定方向的这个电场的部分的话呢，那第二个偏极片，假设第二个偏极片只容许它通过的是这个方向的电场的话，这个是这个偏极片的这个位置。好，那你现在你看到的是我容许通过的只有一 cos 西塔的部分，那它跟一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原来 I0 现在只剩下 I， 那 I 是等于多少， I 是原来的 cos 西塔，换句话说你现在你容许它通过的只有什么，这个西塔角啊，我说这个西塔角夹的是这个角度，夹的就是我说这个角度，好，这夹的角，这个角度跟这个角，这个垂直方向所夹的角就是西塔角，那这个西塔角夹的角度跟它的 intensity 之间的关系就是 cosine 平方西塔的关系 OK， 所以你在45度的时候啊，如果你是在45度的时候，你看到它的 intensity 并不是我把它定到45，
那你看到了，这是四十五度的时候。那四十五度的时候呢？这是四十五度 ，cos 平方四十五度就是等于多少？根号二分之一，也就是等于二分的平方就是二分之一。OK，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西塔是四十五度的时候，只有 I 是等于 I 零的。二分之一进到透过这个偏极片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同样的，这个物理现象太多地方是可以应用了。那第一个就是你们在实验室里面，实验室里面啊，你不可以拿一个不知道电场方向的光线来做实验，那你要把你要做实验的那个电场方向固定起来，你就把你的光线通过一个偏极片，那你就知道那个偏极片的方向是什么。啊，第二个是什么？最常看到的眼镜 ，OK， 太阳眼镜。太阳眼镜的话呢，有很多同学知道说，太阳眼镜的话是什么？是你太阳眼镜这个进到太阳眼镜的光线，它的强度已经减弱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进到太阳眼镜的强度减弱？因为你的太阳眼镜本身就是你的偏极片，就是一个偏极片。OK， 那太阳眼镜的偏极片，它其实不是随随便便的。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啊，我们的地面上是水平偏极的，光非常强，所以你要把水平偏极滤掉，那是反射回来的，你要把它滤掉。滤掉以后呢，那你就要什么？你的太阳眼镜就要怎样？是垂直偏极，让水平偏极的不要通过你的太阳眼镜。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polarization 里面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物理上面的一个应用的部分。那这个关系我们平常把它叫做 matters，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线偏极化的光。好，那你一旦从未偏极到这是完全未偏极化，到这样子的一个偏极化方向固定的，这个就叫做 linear polarized， 就是线偏极。OK， 这是完全是线偏极化的部分。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光啊，并不是。我说还有一种情况是，它的光线呢不是这样子在震荡而已。线偏极化的话，你一旦滤完了以后，滤到这里以后，那光还是往前走啊，但是呢它的电场方向只有上下，它只是随着位置在震荡的那个振幅不一样。那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不经过 polarize， 不经过偏极片的部分呢，有一种光呢，它是不是线偏极的？它是随着我行进的方向，它在转动。OK， 就是电场的方向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在这。就是随着电场圆形的在转动。所谓圆形在转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从中心轴到任何一个角度的时候，它的电场大小都是一样。那这种光线我们叫做圆偏极。那另外一种是，换句话说，所谓的圆偏极的部分，
这个电场的方向随着你的位置它是在变动的，然后它的位置随着位置它是在变动，而且它是沿这个 T 随着你的行进然后它在变动，那这种叫做沿偏矩。另外一个部分是它不是沿偏矩，它是这个电场的这个长度啊，它是随着你在改电磁波在移动呢，一样它也是在移动，但是它的 envelope 就是它的最大值啊，你叠加起来的值呢，它不是刚好一个圆，这你要是一个圆的部分就是电场的大小 ES 平方加 EY 平方啊，你要等于 constant 啊。这是 EX， 这是 EY， OK， 那要等于 constant。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不是哦，它是电场的大小是 EX 除以 A 的平方加 EY 除以 B， 它是等于 constant。那有同学会看到就是说，哎，这个是不是椭圆的方程式，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它加总起来啊，它是一个椭圆，就是你的电场一投影到 EX 方向跟 EY 的方向，随着时间在不同的位置，那你叠加起来它是一个椭圆的方程式，那这个就是椭圆偏矩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电场，整个电场在改变。所以这个光的一个偏极化并不是只有很简单的是线偏极，线偏极就是不管你在任何位置它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再来回震荡而已，那这个就是 linear polarized 的情况。 好，这是我们的光的一个偏极的部分。好，那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你可以把光把它立出来以后，那我们有一个部分是一个麻烦的一个点，这点是什么点呢？哦，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先给你们看一下，也许不用讲，但是讲了以后你们会比较更有想。Okay. 你现在看到哦，你的 grating， 我们说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我们的波长 ，OK，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光栅的话呢，那我们放一个波的任何一个波的波进到这个光栅来，那这边有 n 个 grating， 就 n 个 slit 的情况是类似的。那这 grating 已经很大了，那我现在我这个望远镜呢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我实际上看到那个干涉跟绕射的这个整个的 envelope 的那个绕射条纹呢，实际上在实验室里面是怎么观察，并不是你可以在墙壁上就投影下来，那我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绕射条纹，OK， 好，我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但是这样子并没有办法去测量到你这每一个的 angle， 就每一个 angle。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刚刚讲的 d sin 西塔是等于 n 个 lambda 的情况，那我要怎么去测量 angle 呢？实际上就是这样，你可以把望远镜放到这是一个 slit， 类似的 slit。所以你当你把这个光栅出来的光然后它的干涉条纹的话，你在这边观察你会发现中间是有这个条纹的，然后慢慢慢慢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再有另外一个条纹产生出来。
再来，在另外一个条文又产生出来，但是那个条文已经什么比刚刚弱很多了。所以如果你还要再看，你要非常小心的去看到那旁边那个条文已经弱太多了。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好，一样的，在这边也一样可以看到这个条文数。那反过来我要问同学的是说，像这种情况你是用宏观看还是用紫光看比较容易观察呢？这个西塔甲啊，西塔甲哪一个比较小？哪一个比较小？你用宏观看还是用紫光看？哪一个能够看到比较这个啊，能够观察到比较详细，就是这个西塔角会比较小一点，哪一个？紫光还红光？紫光的请举手。好，啊，红光的呢？没有。好，其实是事实上是紫光的部分是比较强的，因为你的部分你看。紫光的部分一个小角度，这角度很小，但是你到红光的时候呢，你还看不到，你必须要再多一点点你才看到第一条的密码的部分，因为主极大到这是这个第二个极大，但是紫光的部分呢在这个小角度里面已经在这边已经呈现。OK， 好，这是我们在实验室观察你看到的情况。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刚刚的问题延续下来，你看到了。我说基本上面，如果我是用紫光看的时候，我已经看到还在，但是我如果用红光看的时候，那我可以实际上这个是有差了一个德塔西塔的角，这是西塔角。那这个德塔西塔角你如果去计算的话，就是 N 个德塔拉姆达，就是红光跟紫光它的这个波长的差的部分。那我们把这个能够观察到的，你这个能够分辨两个光的德塔拉姆达呢，我们叫做这个 resolution。换句话说，你在实验室，你如何去分辨这两个的光谱？要多近的时候，你才能够距离角度多大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得出来是两条而不是一条。因为对蓝色的这一条，它其实是这样子的，那对红色的这一条它是这样子。当你这两条距离很近的时候，你把它叠加起来，它已经最后的 final 结果，这个加这个已经报到这里了，你看起来是一条不是两条。你要把这两个分开来，分到多少？分到它看出来是，你才看出来说这是两个干涉条。所以
我们说这是红色的，不管这是红色的，这是蓝色的，那如何看得出来它是两条呢？这个德塔西塔角，就是这个啊，你要观察的仪器能够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resolution 的部分。那换句话说，譬如说我们讲钠光啊，它有两条哦，一个叫5890，一个是5893。它其实是5895.9。OK， 那我说我要去分辨它的这个 resolution 的话呢，我们说 resolution PRP 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给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 delta lambda 分之 lambda， 这两个 lambda 跟它原来的 lambda 它的比值。好，那我说这两个它的比值，它的 resolution power 是等于多少？你把它算一下的话，这是5890，这是5893996减5890，这大概差不多一千了，差不多了哈，不是很精确的部分。那在这种条件之下的时候，这个 N 值你到底要到第几个 order 的时候你才可以分辨它？也许你在第一个 order 你是看到的是这个，到第三个 order 的时候 N 等于3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是这个。 OK， 所以我们说到底它的光栅数，你看到哎，原来你在中间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两条强度很强，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哎，你看到的是哎，你中间的时候是看到一条，到了旁边的时候你看到哎，它其实是两条干涉条纹，不是一条干涉条纹。所以你用钠光灯去观察，你用钠光灯，那钠光灯其实它本身出来的就是两个黄光，它距离了6个安士长的这个两个黄光。所以到底要到第几个 order 你才可以看到呢这个两条的部分呢？那我们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我期待假设我是希望 N 等于3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它的情况的话，那我的光栅 N 啊要多大的光栅呢？那 N 的值就是跟你的 resolution power OK， 然后除上你的 N 值。那这是3，你是 order 3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然后这是100，1000，所以你的光栅至少要用到330条的光栅，你才可以在 N 等于3的时候看到这是两条光。那同学也许会问说，那我如果 N 等于1呢？那 N 等于1你的光栅就要1000条的光栅， N 是1000的光栅你才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在这里你就可以得到好的 resolution， 你的光栅就要越密，那 N 值就要越大，那你才可以得到好的一个 resolution 的部分。这是第一个情况，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物理现象。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平常我们会看到一个圈，一个点光源过来你的眼睛，另外一个点光源也过来你的眼睛，那这两个点光源如果很近的时候，那可能你看到的是什么？那可能看到了是这样子，很明显的是两颗哦，
再靠近，那我们就看到了是这样子的哦。你再靠近，我看起来就已经不再像两颗了哦，我只看到一颗，但是很像两颗的情况。假设你再靠近一些，那我只看到这样了。所以距离多近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出来这两个是一个点光源，这也是我们的 resolution， 这跟你的光栅也有关系。 OK， 你是圆形光栅或者是椭圆形光栅，它底下除的分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平常我们会希望说，好，最好的显微镜，最好的光谱仪，都希望能够在两个光源给你的情况之下，你能够分辨来源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好，所以这个就买仪器的时候，或者你在测量做什么实验验证的时候，这两个的低值，当然你跟你的实验所用的光线是有关系的。我们最好是 lambda 越小越好，能够观察到的就是 resolution 会越来越大。所以实验室里面用光学显微镜能够做的极限就是用紫外线来做。好，那再来的话，你看不到的东西的就是紫外光以外的。所以为什么会后来到你的光栅 grating 的时候，原来这里面只是什么？这个光栅只是什么？只是在一个上面刻了好多。那后来呢？这个光栅已经没有办法再刻了。我如果要再多加一个零的话，你的那个技术啊，已经没有办法在一公分里面刻这么多条的情况之下，那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最好的情况是用天然的光栅。那天然的光栅是什么？天然光栅就是一颗一颗的原子已经排列得很整齐在晶体里面。 OK， 那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光栅。所以到了近代物理的时候，你做这些干涉跟绕射的实验是用晶体的部分，这个晶体的晶格，一颗一颗原子排列很整齐，那这是一个的一个的面，所以这个晶格面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光栅，这是低值。OK， 好，那反过来，你知道说光栅可以得到绕射图形，那它是因为光，然后经过光栅，然后你就有绕射过干涉。那接着在这是我们现在学的模式，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一旦你要想知道这个物质它的是光，那你就要去找到它有绕射过干涉的特性。所以假设这个物质它是光，那它有绕射跟干涉的特性的话，那你就是说它是光，它有光的性质，它有波动的性质。如果你找不出这个东西有这两种特性的时候，那你就说不应该讲它是一个波。好，这是已经在近代物理里面这两件事情是同，变成它的光联性就变得很强了。换句话说，你要知道说一个介质是光，它是粒子的性质或者波动的性质，就要看它有没有绕射性或者是干涉性。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讲这个光学的部分呢，对近代物理的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